这个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小零食，叫猪油渣。知道什么叫猪油渣吗？就是肉汁了。老香了，嘎的好吃了，真的是嘎的。爱吃肉的宝宝们，你妈还不给你做的，自己买点这个吃，老好吃了。看、啊、大五花肉，我怎么能找到这么多好吃的？这个就是瘦的。那是瘦的，那是肥的，一点就特别特别的香，特别好吃。你不要担心它是会不会想人不想人，好吃就是好吃啊。我是最超爱吃这个，因为它太香了。